赛备选第五届，我们这次冠军又是德正美老师，耶！太屌了！对，太夸张了！他都跟你赢就好了，今天要跳什么？哦、我有点失焦，赢就好了，对不对？还没超，在那边还接我的招。欸、因为这次很幸运是他们烧赛 session， 他们这个 crew 找我当 battle guest，所以我不用 audition， 不然我 audition 早就飞了。对，不然这个时候，因为他们都跳太多乱，所以体力可能不好。我从十六强才开始跳，可能体力不好。我问一个路人，你觉得他是在讲实话吗？对对，真的太扯了。那 final 吧，因为 final 就是我感觉自己跑拍了，可是。好像还是有追到一个奇妙的感觉，耶、yeah, ！高雄拉哥，耶、yeah, ！台北拉哥，耶、yeah, ！台湾拉哥，耶、yeah ！好，补充几句，我今天拿了冠军。我补充几句，好，他整掉。他刚刚叫我帮他买一包烟，本来他只要给我80，他现在冠军了，那包烟将近800。